Vai, vai. Só.傲娇爸的养猫日常，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哦。香皂一块，南桥水晶八百肥皂。哇塞，这什么东东啊？这个是专属窝屋你小手手。我想解决你平常没有办法摸它的困扰。你也觉得它乖吗？两下还有不老实。让你摸了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最佳的礼物。睡觉的时候就分享而已。我要买两副哦。你现在就试用一下啊。套在你两只食指上面。这个。食指。食指哪一只？你不知道食指哪一只？这个。对啊。哎，七月半到了，弄这个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先。帮你拍一张照好了。这个实在是有点低级幽默。瘙痒。就这样子给乌尼按摩，你这样子摸它，我保证它不会跑掉。乌尼嘞？我用它，把它吓坏了。它看都不看。它觉得很舒服哎。现在不是时候。哎呦，好像很爽。他尾巴，爽了。小手拍屁屁。换你。不要。扭你，扭你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扭你。你就要摸你平常摸不到的地方啊。平常摸不到这个边，他也摸不到啊。用他脸颊。这个就是脸颊 ，OK。这脖子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按赞分享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收听我的 podcast 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看乌尼多可爱。亲爱的娇妮，我们有 LINE 官方账号喽，打开 LINE 输入 @UNICATTO， 用 ID 搜寻账号就有喽，会有我们的最新资讯和惊喜互动哦，赶快加入好友吧。天气热，爸爸出门回来不喝水，该怎么劝说？这不就你吗？我有喝水啊。你没有啊，唐教练。我喝了两杯了。你就把水杯拿到他面前嘛。哦，把他水拿到他嘴巴旁边。拿他面前，什么嘴巴旁边？拿他面前叫他喝嘛。你喝一杯，一杯就好，多讲一些好话嘛，甜言蜜语也可以啊。你说什么好话嘞？哎呀，这不好讲。什么？感谢北岳教你 ，Cat 梁、Lee Ken、Annie Chan、Wen Huang、Jack Daniel、Sam Wu、Old Cat、Maybelline、Anna、0901111AA、婷真郭、陈安妮、何崇新、张建峰、黄怡秀、Levi 小如、Ivy 小如、飞扬、Jeremy Lin、Jeremy Lin、汪小小、猫黄、陈美金，最后一个啊，奈你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恩哦，父亲节快乐，拜拜。